本节目由宗申智能锂电车独家冠名播出。同学们照都像神，传承喜剧精神。您知道，您给大家说说，哎、你说多少？结合时事热点，过了腊八就是年，创新惊喜不断。一到高山王家，幽默相声，将欢笑带进千家万户。花生瓜子大烟梨，风格给沙飞请安了。王娘，今天您做的这汤，中华饮食文化，中国文艺新年系列节目，哇，出去了！新春相声秀。新春相声大会是我台综艺频道推出的一档集合相声新人新作的特别节目。通过这档栏目，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年轻相声演员对于这个时代和生活的新思考、新表达。他们在传统相声的基础上，将歌舞甚至是高科技融入表演，带来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相声新气象。新春纳福，纳福迎春，年年平安，岁岁吉祥，和谐美满，笑口常开。我是福娃，我是福娃，都是小福娃，吉祥如意，美好和谐，幸福你我他，福到你家，福到我家，福到你家，福到千万家。我们经常会说，越是深刻的亲密关系，越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说，爱情就需要空间去欣赏，亲情亦然。现在呢，有一种说法，说跟父母在假期里相处的第一天叫做蜜月期。但是随着新鲜感的减弱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摩擦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是我想啊，这丝毫不影响父母对于子女的那份爱。想想看，返程行李里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家乡特产，不就是最可靠、最温暖、最有分量的爱的负担吗？今天啊，相声演员金飞和陈曦也把我们生活当中的片段搬上了舞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其中有没有我们的影子。观众们，大家过年好！过年好！多好啊！过年了，家家户户亲团圆。对，问您个问题啊，您谈一谈。像您这样相声演员，过年放假都干什么呀？放完假之后，我们就是回家啊，多陪陪爸妈，多好啊！好吧，我都能想象出来呀、啊。你给你妈打电话说你要回家过年，跟他们一块团圆，你妈那种激动的场景，哎，我妈能什么样？高兴啊！哎妈啊！儿子这回回来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都是好吃，你看儿子都是你爱吃的，这一大桌子、啊、你看这有螃蟹，嗯，有皮皮虾，有马小，对，有扇贝，怎么全是海鲜呢？怎么一点主食都没有呢？这话说的，吃什么主食啊？啊，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哦、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必须得吃够了。您也吃，您也吃。问点事儿，搞对象。你这又问这个，又问这个，一回家就问我这个。哎，孩子，干嘛呀，妈？没长呢。我没长，急什么？好好的啊，哎、不着急，快吃。不着急，我儿子不着急。嗯，别人着急，我不着急，是吧？你看我儿子模样，嗯，是不是？就我儿长多帅呀，着急呀，把事业弄好了没问题，以后，是帅吗？你看，我发现了，妈观察一年多了，我就发现你们这些年轻相声界长得最帅的就是我儿子。妈，虽然您眼神不太好吧，但是听完我特高兴。多吃点，多吃点。大宝贝儿回来了，真好。妈啊，我吃完了啊，我把碗给您刷了去。我这就给我给您弄，别动。哎呀，动儿子回，能让你刷碗吗？真是的，快去歇会儿去，坐沙发上吃点水果，歇会儿去。我妈跟我怎么这么腻乎？这话不准确啊，不是你妈，是很多年轻人是吧？过年回家以后，当妈
妈的都这样，好不好？太棒了啊！我跟您说啊，怎么着？要是老妈都是这状态，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待一辈子啊！不成啊，不成！怎么不成？就这几天，知道吗？啊，过几天。早起只要你不起，你妈推门就能进来，你信吗？哦，是啊。那当然，一推门进，啪。哟，哎呦，你看看，你起来看看吧，这屋让你造的，磨磨唧唧，乌烟瘴气的，袜子、衣裳得哪儿扔哪儿。哎呦，猪圈都比你这屋干净啊！真是的，真是。这还是跟我当天回来那是一个妈吗？一个妈吗？怎么意思？你俩妈是吗？你妈双卡双带的是怎么着啊？您怎么说话？您有事您说吧，您要干嘛呀？我还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回答回答吧，你要干，你说我要干嘛？说我要干嘛？你知道吗？说我不知道，不知道起呀，起呀，几点了？不起呀？我起不就完了吗？赶紧起！你那脸有自动清洗功能是吗？哎，36岁这么大个子，起床洗脸不知道啊？那我洗去不完了吗？赶紧洗脸去，洗。孩子一天到晚的，哎呦，也不知道什么作息时间，真是。妈，干嘛？中午都吃什么呀？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您这什么态度？我不就问问您中午吃什么吗？还用问呢？嗨，瞪俩眼珠子看不见，不都在这儿呢吗？都在这儿呢吗？是是，妈，这都是什么呀？这米饭、烙饼、馒头、面条，是吧？全是主食啊！哎呦，哎呦，这人哪谁呀？谁头一天回来？妈，怎么全是海鲜的，一点儿主食都没有？主食啊，吃吧。不是你妈，你多少得有点海鲜吧？哟，还多少有点海鲜？冰箱里还剩个螃蟹，是吗？啊，吃那烙饼，给你卷一个。妈，这是要干什么呀？妈，儿子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咱能不能好好说话，聊会儿正经天？行。哎呀，你说的，咱好好说话啊。聊会儿正经天。正经的，咱娘俩说点正事儿。什么时候搞对象？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又问我这个啊？又问我这个？我不问什么呀？这我当天回来的时候是谁说的？我说什么了？那个我不着急，谁说的？我是不着急，我着急有用吗？你也得找啊。我就纳闷了，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多好，怎么就不成？啊，不行，聊都不聊，怎么不聊？不行，怎么了？那姑娘个太矬了。妈爷子！就你这倒霉模样，嫌人家个儿矬，哎，还有个儿高的，电杆子个儿高，搂电杆子过去，哎，敢搂电电死你！您怎么说话呢？这是我怎么说话？儿子，你照照镜子行吗？你照照镜子行吗？你什么模样？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这模样，你挑人家个儿矮个儿矬的，我模样怎么了？你还怎么呀？啊，多寒碜呢！不对。妈，这可没有啊！这可没有，怎么着？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我说什么了？那中国相声界，我儿子长得最漂亮、最帅。哎嗨哎，对不起啊！嗨，我道歉，我道歉，对不起，赖我了。哎呀，老天爷呀，我又撒谎了，我又撒谎。你最帅啊！妈不是跟你说别的，儿子，实事求是，就你这模样，哎，你那搭档金飞，你知不知道？知道，给他埋土里种30年，再刨出来都比你精神。我至于吗？我那样啊？你还挑人家？我跟你说，现在在家里造的，胖啊伦敦黑不溜秋的，跟黑熊一模一样啊！好几次了，妈都想问问你，你问什么？唐僧那袈裟是不是你偷的？妈，你儿子是不是黑熊精？您心里没数吗？我没数，我没数啊，我没数。妈，您这到底是怎么了啊？我就回家这么几天，您看看您干嘛呀？叨叨叨叨叨，左一句右一句的啊！您到底要干嘛？您倒说呀！呵，这孩子岁数大，真是脾气见长，跟妈妈喊了。我没。你要这么嚷嚷，妈妈用你们的方式好好教育教育你。你要干嘛呀？我说晨曦耶，唱上了。你仔细听啊，哎嗨哎嗨，噔噔噔噔里噔噔啊，噔噔噔噔里噔噔啊。我今天要把话说清，你跟我说话别大声。你外边演出又比赛，完事儿你准回家中，白天不起不学习，晚上不睡净熬鹰，厕所一蹲不出来，垃圾随手就一扔，蓬头垢面不像样。你越长越像梅超风啊！哎嗨哎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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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的妈，要成精，说话好像迫击炮，这个语速好像一阵风。为了数了我一顿呐，我的妈妈她在家中苦练了基本功啊！哎嗨哎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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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我的妈呀，我活不了了，我。至于的吗？至于的吗？怎么还哭了？怎么还这么大人？我跟你说，兄弟，嗯，就老太太这种状态，我一辈子我也不回去。哎，话这话不许说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嗯，刚才谁说的？我在家待一辈子，我都乐意，是不是？不上，不回去了。知道为什么吗？嗯，都是你们的原因。哎，我们回家以后把手机撂下，多陪陪父母，跟他们聊会儿天，比什么都强，还至于这个下场吗？明白了。多陪父母，少养大爷，哎，这就对了嘛。明白了，年轻人过年过节呀，还是多回家陪陪爸妈，对不对？说得好。但是我有一个事儿啊，嗯，我确实也想再问问您。问什么？代表广大的观众朋友们问问您。哎，可以呀。唐僧的袈裟到底是不是你偷的？对，别说了。同学们，赵忠祥神传承喜剧精神，您知道您给大家说说。哎呀，对不对？结合时事热点。过了腊八就是年，创新惊喜不断，一到高山王下幽默相声，将欢笑带进千家万户。中国文艺新年系列节目《新春相声秀》。为了致敬1991年姜昆和唐杰忠的经典作品《着急》，相声演员陈印泉和侯振鹏创作了相声《新着急》。题目里的这个“新”字，指的就是今天人们在生活当中的点滴变化，从电视文艺到人们对手机的依赖。通过这个作品啊，您会发现时代在变，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于亲情的渴望和生活的向往，从来就没有变过。谢谢大家的掌声。哎，谢谢大伙儿。你看，这一年什么都没干呢，过完了。什么什么都没干？你要干嘛呀？好多事儿没叫我呀，我这着急，我生气呀。这生的气什么呀？我听听。早起，我这车刚开上街啊，大伙儿知道吧？怎么着？准有那个别的车就往我前头别呀。别你。对了，那你怎么办呀？骂街呀！哎，对不对？什么意思你？我告诉你啊，您等会儿，张可亮，你跟我弄这，哎，我今儿我非我啥？我告诉你，快拘留了，知道吗？不能急，不能急，你摇下窗户问问什么事儿，万一有急事儿呢？哦，我还得心平气和，我问问。那可不嘛。哎，哥们儿，对，什么意思呀？嗯嗯，我这刚上街你就别我啊？怎么了？小孩发烧啊？你看看。行吧，嗯，那你走你的吧，行方便。后边车给你堵住了，哎，啊，这行了吧？这就挺好的。刚把这车让走，嗯，又来一车接着憋我，你说着急不着急？接着问，接着问，接着问他。哎，哥们儿，嗯，你也是孩子发烧了是吗？啊啊，就想憋我是吧？哦，好，那我现在开始骂街了啊。哎，我那也不能骂，知道吗？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脾气啊，你都不适合上路。那我怎么办？你就跟那个小区里头啊，早点起，哎，溜达溜达，哎，缓解缓解心情就行了。小区遛弯我也着急啊。这着什么急呀？你说现在有的这小区啊，啊，狗比人多，你着急不着急？你躲着那狗走，躲着狗走。对呀，人知道躲狗啊，那狗知道躲人吗？那对不对？不知道。狗知道吗？不知道。狗知道吗？哎，我是那狗是怎么着啊？啊，你就我告诉你，就你这脾气，你生气啊？你也甭下楼了。怎么办？就在屋里头啊。看电视，看电视，哎，看电视也着急，你看点这个不着急的节目啊？什么节目让你不着急？就咱们这个啊，相声小品，这不着急呀？你看现在啊，个别的小品，别管前边演的多热闹啊，一到这结尾啊，啊，准给弄一煽情。是啊，对不对？哥，你别走，哥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哦，你要是走了。咱家就没了，确实有这种的啊！你说你是哭还是乐？你瞅瞅现在我这眼泪，哎呦，真难受。不至于，知道吗？啊，换台行吗？换台，看看那个电视剧。看电视剧，对，更着急呀。这着什么急？跟谁着急呀？我媳妇儿跟我妈啊，自打看完这电视剧啊，一天到晚只要睁眼对白，全是这个说。怎么说话？我听听。哎，啊，我妈正在厨房这熬着汤呢。啊，我媳妇儿一进厨房，风贵人给沙妃请安了。皇娘，今天您做的这汤，可真真有那么一丁点咸呢。要是把盐少放一点，这便是极好的了。哦，我的皇儿媳，你说的对。下次额娘一定把你的话
谨记在心。哎呦，再少放那么一丁点的盐，这就是极好的了。全是这极好的，一人一句就这极好的了。嗯，还得说我爸深明大义，懂事儿，关键时刻真听不下去。哎，老爷子这一推门，他们俩都害怕，得纠正纠正。哎，嚯，咱们老北京人老百姓哎，没在齐，呵，弄这个干什么呀？对，若要是你们俩好好说话，怎么样？这便是极好的了。哎，嗨。他也会说了，全学会了，确实有这现象啊。但是这么着得了，着急呀，把那电视关了，关了，手机也别看啊。哎，回归家庭哦，那陪陪媳妇儿，陪媳妇儿。对呀，我媳妇儿最让我着急呀。着什么急呀？哎，啊，我问问你吧。你说，一会儿咱俩下楼吃饭啊，你说我穿什么呀？新买那裙子，穿裙子。新买那裙子。对呀，新春相声大会都播了，这都过年了，我穿裙子上街。你怎么什么意思？诚心让我截肢呢呗？是不是的啊？不是那意思。那天那么冷，穿仔裤，穿仔裤，我这胯这么大，给谁瞧啊？你爱穿什么穿什么吧。哎啊，行了，也别说穿什么的事了。嗯，咱们干脆你就说吧，下午大太阳天上哪儿去？大太阳天啊，咱找一公园。北京公园多了，您给个具体点的建议。动物园成了吧？动物园。对呀。冬天大伙儿知道，那动物全在那馆里头关着。咱进馆瞧去。大象馆。嗯。味儿不味儿？啊，也是有点味儿啊。哎，那海狮馆味儿不味儿？也有点味儿。狐狸馆味儿不味儿？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都别看了，看你就完了。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说我有味儿呗，是不是？我没那么说。什么意思呀？你说我都没法跟你过，你别碰我。你们家确实够让你着急的。没法弄就没法过了，我跟你说啊。你那小闺女可不错。我闺女不让你操心吧？最让我操心啊。就是我闺女，不挺好？小孩多好，同志们啊，四岁半呢，怎么了？学写作文了，那不好事儿吗？我闺女啊，那天写一小作文，哎，我的爸爸是，我的爸爸很普通，对，我爸爸每天的工作都非常的简单，就是24小时抱着手机给别人发信息，哎，这是说你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爸爸总是抱着手机，被。也驼了，盐也花了，呵，牙都快掉下来了，但只要有手机对他的陪伴，他总能再玩上一天，这就是我的爸爸。这不是骂我呢吗？这没听出来吗？什么意思？孩子说你天天玩手机不陪着他，孩子跟你要陪伴呢。陪伴呀。对，我谁都别陪了啊，就冲我们家这份急劲儿，怎么着？干脆离家出走。你什么岁数离家出走啊？怎么了？啊，你说怎么着不应该？没有任何人在这个关键的节点是说给我任何关心。哎呦，没有。也就是我闺女，还得是孩子。一看我真拿东西走，那真是站起来了，着急，腾就站起来了，冲着我，爸，啊，爸爸，你别走，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你要是走了，咱家就没了。他也学会了，谢谢。传承喜剧精神，您知道您给大家说说，结合时事热点，创新惊喜不断，幽默相声将欢笑带进千家万户，中国文艺新年系列节目新春相声秀，和之前这个节目一样，青年相声演员的新作品离不开经典作品的依托。相声陪伴里就巧妙地引用了《我爱我家》中《好缺点之谦》一集里的一句台词。这种创作手段很容易将观众带入其中，亲切又不失新意。哎呀，非常的高兴哈！在这里呢，先给大家拜个年，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多好啊！过年哪儿好？过年不都挺好？我就喜欢过年啊！哎呦，那说明你还是个孩子。不是，这怎么说呀？只有小孩才喜欢过年呢。是啊，你想哈，穿新衣服哦，吃好吃的，哎，买新玩具啊，临了临了啊，还能收红包，这多好啊！不好啊！啊，我就不喜欢过年，真的。
我跟你说，我们还得劳动，还得收拾屋子，然后最后还得给孩子红包。您这个表演状态，你确定你是个大人吗？你告诉我，您比那孩子还像孩子呢，知道吗？我多想成为孩子呀！呵，这说明我们成年人对过年是有思考的，思考过年是为了什么？哦，过年为了什么呀？你看你不理解了吧？啊，您给讲一讲。在我们看来哈，过年是家人的团聚，呵，家人的陪伴啊，家人的簇拥。哎呦，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喜欢陪伴在一起，是吗？说到这儿，孙超。一年春节到了，啊，你知道最重要的陪伴是谁吗？怎么咱现在就开始煽情了啊？咱俩啊，咱俩不刚上来吗？这节目刚开始，等一会儿再煽呗。咱等一会儿，我就想问你，对你来说谁陪伴最重要？这很简单呀，这个问题陪伴来讲，得说我父母啊。不一定吧？怎么着啊？总之在我看来，你最需要陪伴的并不是你的父母。那我换一个啊，女朋友，这行不行啊？你啊。更不对，怎么着啊？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么多电视观众哦，告诉大家一小窍门啊。您说，对于女朋友 啊，有时间你就陪哦，没时间你就陪。您说这是国语吗？我说您说这我都听不明白这句，这不一个意思吗？不是一个字儿啊。您给讲一讲，有时间 啊就陪着她啊，这不挺好吗？没时间呢啊，是那个赔钱的赔。这我不太明白，不太明白吧？您讲一讲。比如说哈，你女朋友想买一个包包，怎么样？那挺好，我得陪她呀。这不是赔钱啊，这我得陪着去。为什么？我给她挑啊。什么？我给她挑啊？用你挑？怎么着？用你挑啊？那女孩想买什么样的包，早八百年就想好了。早八百年想好了。对了，确定吗？是。1221年，南宋嘉定14年。你告诉我买什么包？那你能买个包袱？那个，那能买什么包啊？那个，您这不抬杠啊？你这不抬杠吗？比如说买特贵的包，你在身边陪着啊。你说他花钱那一瞬，他多拘谨呢？那对呀，那对，他得拘谨呢，是不是？他不拘谨，我钱包不就拘谨了吗？那个，反正他不用你这么陪伴。哦，他不用我，也不用啊。那我再换一个啊。孩子行不行？孩子啊，假如你有孩子了啊，孩子，你最好少陪伴他。这为什么呀？你想，你是捧哏演员啊，你跟孩子说什么，他老学你啊，那多好啊！那就是矮油欧和啊，回头一开学，老师开始讲，他也开始，同学们，咱们这节是语文课哦，这篇课文叫赵州桥，太好了。那同学们，赵州桥什么样子呢？老师，您知道，您给大家说说，哎、你说多贫？哎，好，这好，这一听是我儿子呀，这个对不对呀？你说你能多陪伴他？那就是陪亲戚，行不行？陪亲戚啊？你陪谁呀、啊？陪我三姑姥爷啊？你爸你妈多不待见你呀、啊？让你三姑姥爷陪伴你成长，啊？是不是？是，那你说那应该什么陪伴？你讲讲来。我告诉你，真正老陪伴你的是谁呢？缺点。这有点意思了，这缺点陪伴我。是你的缺点。是啊。对。哦，缺点陪伴我。哎，那您呢？优点。我这是缺点，您那是优点。陪伴我都是优点。是啊。因为你缺点太多了。我有什么缺点呀？咱比如说，好吃懒做。没听说过，我没那毛病。你特别好吃。我没有。没有啊？什么叫火锅？哪个叫烧烤？而且还特讲究，必须重庆的火锅，锦州的烧烤，好吃吗？哦，这是好吃，哎，啊，是不是懒做？懒做是什么意思呢？你做过一回吗？都是外人饭馆吃。我天，这么个好吃懒做，多新鲜呢！好吃懒做的意思就是好吃的我自己懒得做，对，就叫好吃懒做，是这样的。那不能，我没那毛病，知道吗？我就没点优点吗？你有优点吗？我怎么没优点？哎呦，我的天！哎，咱就这么说啊，不仅好吃懒做，还干嘛？重色轻友，这不还缺点吗？我重色轻友，不服啊？啊，哎，咱就说今年，今年怎么了？8月14号我找你排练，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陪着女朋友逛街？大哥，8月14号怎么了？农历7月初7啊，我陪陪人家不正常吗？七夕节。对呀、啊，那我怎么不陪啊？你没有啊，你陪谁？你没有啊？就这么你有你也陪你去呀、啊？就这么伤害我？我没伤害你。行啊，算你这七夕节陪女朋友。腊月23呢？糖瓜粘。也跟女朋友吃饭。咋了？你女朋友灶王爷。你女朋友灶王爷，这是人话吗？这个。
没得说了，这是啊。腊月23那天我女朋友过生日，知道吗？你瞅她这个生日怎么了？反正缺点太多。怎么了？我有优点。你有什么优点？各位，咱不开玩笑啊！我这优点，我早上6点钟起床，到公园对着大树我就排练。不光这个啊，早上排练，下午创作，晚上我还得演出，怎么样啊？我这叫什么呀？叫什么呀？我这叫夜精于勤。你这不叫夜精于勤，那我这是笨鸟先飞。我去你的吧！婶婶姑姑三舅妈，哎呀，见到我呀。